还要快呢。飞不出去是兑换过了吗？这个要看来没事就过来玩玩，是不是他不定期更新新的奖励啊？这个球之前我没见过，下次进入职业杀将会收到赛季开始之后管理国家队的邀请。能指定哪个国家吗？关键是这些兑换东西一进，这些球鞋啊一进 UT 里自动就出来了，卖的也是几个 coins， 这些鞋应该在就是生涯里就有了，要不去看看。这双还不难看，这双吧刚才解锁了吧，你看进来之后就有了，昨天还说表现不如预期的，看看表现多糟糕，果然哪个都没达到，就是零分这么高，制造六个入球，让人家创造九次机会。天哪，我把比赛时间稍微延长一点，五分钟好了，完成目标的概率会稍微大一些。又不让我上，那么重要的比赛万一输了怎么办？跳过。哟，竟然赢了，人家那边也不弱，门将不错，费兰德斯不错，那个十号不错，埃尔门克25号也不错，穆萨，碰见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，要求立刻就低了。进吧 ，yes， 1-0，助攻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？博莱。我靠，博莱，吓死我了。没有什么事儿。哎呦呦，我为什么不站在那个点？没想到竟然门将没摘下来，这就是门前嗅觉啊，不够灵敏。这儿要小鹰扎吉，估计就站那儿了。哎呦，好漂亮的直塞！呜、立住，再不进 ，yes， 2-0。可惜我一个助攻。哟，抢他！呀！啊！我手柄震了一下，门将好像自己撞在立柱上了，球竟然没弹在我的脚下，真可惜。3-0，耶！丁元加二完成150场比赛，下场比赛有我吗？耶！首发喽！呜、我找你要球呢，大哥。不过你射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说。绝佳一条，加比。呜、漂亮。哎呀，西蒙尼怎么就把你换上来了？来抱一个。不理我，好吧。挑传竟然成功了，也很少见哟。好球。啊！我要增强远射，进了多漂亮，又拿左脚抡，可惜了。哟，反击！我的天，让自己干了是吗？汤太大了，当时宣布月度最佳队员布斯克茨。这三个人哪一个布斯克茨？你当我傻是吗？萨乌尔伤4周，哦，可怜的小孩。我没登场吧，对马竞，嗨，对塞维利亚客场，这场比赛感觉更关键。我觉得体能还好哎，为什么不让我上？应该能赢吧，感觉我们挺强的。马竞15号、4号也不错，22号，桑切斯，哪个桑切斯？迪巴拉，哦，卢卡库，臭不要脸，南部前锋，踢平了也行了。耶，克里亚 ，whatever， 啊，迪巴拉 shoot。再进一个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啊！踢平，皇马也平，但是离巴萨应该是不更远了。巴萨平了，哈哈！啊，巴萨少赛一场 ，shoot， 看看日程，打一下之后，这场我可以不踢，然后踢这场也不能踢，主要踢巴萨这场，首回2-0。还让我登场干什么？这场比赛跳过去算了。
没有踢的意义嘛。而且回到主场肯定赢了，估计这场比赛是不是在我转会之前踢的，你看赢了吧，进了决赛了，决赛对皇马，皇马干了个巴萨4-1，真行。或者跟加拉塔来踢一会儿，这两场比赛还挺关键，欧联杯还不自己再带呢，他觉得是个错误，果然出街。耶，踢地柱上。进吧 ，yes， 1-0，多好的配合，你跑位真的太好了。我还是喜欢跟这些小快灵一块踢球，莱万是不错，莱万也有点默契，吉鲁就更别提了。哎呦，切尔西，可惜了，下雨天这个球也是会去门将那儿。传吧，传吧。哎呦。我靠！我竟然没被铲到上，进吗？这踢谁的身上？呵，真会粘。9.9分，最后1-0小胜。打巴萨之前，前面还有一场欧冠的比赛啊，欧联杯的比赛。加塔萨雷亚，你说不是很强啊？这几年混的还不如费内巴切呢。进去之后模拟过去吧，有些体能给巴萨好了。我们回到主场再战。哇靠！我们在客场竟然2-0赢了，让我情何以堪呐！带着充沛的体能去干巴萨去，很关键一场比赛啊！我们应该落后巴萨3个积分，赢了的话呢，就并列第一；输了的话就2了。这个仗我怎么老能看见呢？我去哪儿都能看见他，他是个小黑人吗？剩下的前场几乎没有任何变化，后场其实只不过来了21号，抢一下啊！我靠，被梅西和拉基奇玩了。耶！铲梅西一个球，你往哪儿带门将？你想吓死我吗？13，皮克挡住了我。来呀！哇靠！裁判点球，竟然跑过伊涅斯塔，还是马斯切拉诺，红牌罚去吧，红牌。真的是跑不过呀，这是，好吧。哎呦，我都快骂街了，我罚点球是吧？真的吗？让我罚点球，好紧张，我罚哪儿？啊 ，shoot！ 我没有顿步点球，我忘了，要死了！我不是诚心的。别再让反击进一个 ，no， 解围呀！吓死我了！救赎之旅开始了，克雷亚，哎。牛逼！进了，越位吗 ？shoot， 啊！错射，哎！嘿，射门 ，yes， 1-0，谁在防我？伊涅斯塔了。
你也没身体。切尔西牛逼！啊！哎呀，太帅了！好球，20-0 ，yes。我的天哪，门将你真是太帅了！啊，进了，呜呜！啊，我的助攻，你为什么不跑了，大哥？哇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竟然没插上！油油，真的跑不动，26分，一个进球，没有助攻吗？但那个反击算是我策划的吗？啊，我还骗到一个点球呢，只可惜没罚进。赢得本场最佳队员，赫斯基领队表示：“你去西邦尼表示不行吗？”赫斯基今天获得了教练的认同，我为他设定一些目标，而他努力的去做我要求做的任何事情。他最近表现对我们阵容而言相当重要，而我们最近的成果也相当满意。本周最佳队员是我吧？有我吧？有我。我们队只有我吗？为什么就是我不入选的时候一堆队友都入选，然后我入选的时候就我自己嘞？我的天哪！西甲斯瓦雷斯进了27个球，这一辈子也追不上了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克雷亚进了12个，仅此而已。科科还进了10个，助攻的莫里奇7个，这还比较靠谱。梅西和 C 罗都有6个，科科还有6个助攻是吗？也太帅了吧！又没有出场，估计体能不好，让我歇。这个不是欧联杯抬着我进入进，不是抬着我进4强吧？一点贡献都没有，要不1-3输了，被淘汰了啊！你们死不死？你们客场2-0能赢，主场1-3竟然能输是吗？14个积分，领先排名第二瑞士1个积分，下场比赛就是对瑞士。哎，赢了应该就出线了。Yes。这是凯恩给我做球吗？我都快哭了。是凯恩在给我做球。弗鲁尼吗？错射，2-0，耶！你们俩前方倒不错，一人助攻我一个。鲁尼，你倒是接着跑啊！又是左脚，我下场应该不会输了吧？请求下场，接受观众的欢呼。我要是最后下场，我还能带个球走呢。现在把球带走，他们就没得踢了。英格兰战胜瑞士 ，OK， 我就放心了。下比赛又没入选吧？又入选了，现在体能那么好是吗？正经的吗？哦，好球！凯恩这次你能进了吧？你死不死啊？这大长腿调整5年你才能射门是吗？这就轰炸了！哎呦！大哥，就你还队长啊？你神经病啊！你铲他干啥？还是三星啊？今天那个哦，这我传的是吗？射啊！你趟一下干什么？该趟的时候不趟，该射的时候不射。不过输了我们也能出线吧？哎，模拟过去算了。我们现在啊，少赛一轮，还是落后巴萨3分。
这一直塞好，门将，我靠，踢偏了，7.4分，哎，还不如直接模拟来的高，最后我们平了。